韩相公疯了吗？此时告知官家怀吉身世，让官家心中痛苦更甚。更甚之后，或许官家反而能下定决心，不再纠结，能做了抉择。什么？官家如今自是不忍牺牲怀吉，也不忍公主再受刺激，却又舍不下公主的令命、宗室荣誉，左右为难，便想一日日的拖下去，直到拖到有一日。 言官终因无望而放弃，这也未必做不到。官家与臣子如此消极对抗，奏章正事一概不问，有舰队设计最要紧的事，等不起了。韩琦，你如此可对得起官家这多年的厚待。 你我皆知，官家心中最要紧的始终是天下平宁四字。官家久病无子，若无皇嗣，天下危矣。我做臣子，自当尽心用命，护持官家心之所系之事。官家若是一时彷徨糊涂了，我自当想方设法助官家过了这迷障。 梁怀吉饥饿如山，哼！怀吉一个内侍而已，便就能饥饿如山了？那大奸巨盗造反叛国之人，在司马光笔下又如何？还是一天一份札子，那岂不是？ 日日重抄一遍。司马光每日的札子文辞都不同，家的罪过也不尽相同。这么多天下来，惠柔一个女儿家，怀吉一个内侍，仿佛已经能把天下间的罪孽都牵扯上了。什么事？韩相公。 怀吉是那个梁家幼子，是，叫韩琦。 当年官家曾命臣寻找梁家娘子及两个孩子的下落，加以照拂。臣确实曾四处寻找，但是当时房子已经卖给了外地商人，邻里都不知他们母子去向。臣又查了梁娘子祖籍，找到苏州，但是他们已经举家迁走。臣没有了头绪。 只好放弃。直到数年后，在清风楼遇到了袁生。袁生的事，后来朕知道，但是袁亨怎会是怀吉？ 当年袁生。 大闹县衙，揪出一众贪官庸官，惊动朝野。但是在当时，元亨已经被他舅母卖了。臣发现时，元亨已净身入宫。此时，大内的渎职
并无违律之处，但是若让元神查到与贪官是搅和在一块儿，却免不了又是极大风波。而且朕明白你们也都不愿让朕知道，先是因为朕年少时的任性，梁家兄弟失去了父亲，而后又因朝廷的肉官、庸官、贪官，让梁家小儿子永远的残缺了。怀吉若不是净身入宫，也定能考科举，有功名，做个清廉能干、爱民的好官呐。管家，此事巧合颇多，一人自有一人的命数，管家切莫因此事过于伤感。臣禀告管家此事，只因近日言官弹劾公主事，对怀吉口诛笔伐，力主严惩，甚至诛杀者甚多。我从未想过用怀吉的性命去平息言官的议论。张先生，随我入宫。请官家驳回驸马奉主不周的自和，取消外调驸马的诏命，教导公主侍奉公婆，尊敬夫君，严惩内侍梁怀吉。梁怀吉畏慕权贵，离间公主驸马，使公主失德，陛下名誉受损，罪恶滔天，当诛。陛下，诛杀梁怀吉，方能使公主离邪佞，断妄念，从此安心为人妻，尊父德为天下女子表率，如此方为陛下教子之道。请陛下赐死梁怀吉，以平物议。管家，臣将梁怀吉带来了。怀吉，来，元亨，到朕身边来。你本名叫梁元亨，入宫才改称的怀吉。朕要你从今日起改回原名，改回你父母给你起的名字。来，元亨。元亨，面向他们，
转向他们，不用怕，有朕在。这就是你们要让我杀掉的内侍。你们仔细看看他，他是你们所说的那个离间公主与驸马，妄图从公主身上得到权力，祸国殃民的奸佞吗？众奸岂可以外表分辨？人心之所以叵测，也因奸佞之人也可能会有温良的脾性。他若不奸佞，便不会借着内侍的身份接近公主，蛊惑公主，弄权挑拨，离间公主驸马。那么亲是以何判断他内心奸佞？公主与驸马离心，这难道不是明证？公主宅中内侍宫人众多，公主与驸马离心，宅中主要侍从皆有不周之处。朕已经将梁权一降职，乳母韩氏外放，元亨也曾放逐西京近一年。朕觉得他们的错已经罚得够了。陛下真的要臣在这大殿上讨论公主是如何失德的吗？你们将你们心中所想的公主的失德蒙上一层轻纱，高举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对朕行礼如仪，高呼陛下圣君，却被奸人蒙蔽。如今若不听从你们的建议，杀掉你们口中的奸人，就要一起拉下这层轻纱，将那失德彻底暴露，是吗？若陛下觉得这是在逼迫官家，自可治臣不敬之罪。但是闻过而谏，是臣身为谏官的首要职责。臣不可畏怕获罪，便不尽职责。闻过而谏，亲认为过在谁？未能劝解公主，只好追随公主，保护她从小看着长大的公主而已。那么陛下认为首恶是谁？所有的只是不幸之人，公主与驸马不睦，并非受人挑拨，乃是情趣不能相投所致。怀吉
也非媚上妖宠，只是景穆公主。复见公主，忧愁哀伤，无计劝慰，只能陪伴。陛下原以为替公主找了份处处都合适的好姻缘，谁想公主竟日益憔悴，陛下千般教导无果，终究是不忍见公主绝望弃世而已。欧阳学士轻轻一句不幸便要盖过所有过恶，若如此，便不用律例，不用刑罚，不用牢狱了。这官府要判刑判罚，也总要先有苦主才是。有人丢了钱财，就找出窃贼判罚；有人丢了性命，就找出凶手来惩治。公主不敬公婆，陛下已经判下人劝诫不力，侍奉不周，贬黜都监梁权一以下数人，以慰国舅娘子。至于公主与驸马不协，此事两人都有过错，两人皆是苦主。如今驸马自请外调，便是为了终结这不幸，司马四剑又何故阻止呢？欧阳学士为顺服圣意，竟如此诡辩，可还对得起君子二字？陛下，立为夫妇之事，原不为外人所知，如何处理，应由陛下父女自己决定，奸臣本不当开说。但如今驸马无故而自和，陛下竟准其所请，叫其外调，内臣有罪而得还，闻者惊诧之余，都在猜测其中原因。臣相信，公主自幼蒙陛下悉心教导，娴雅淑慎，不会有势利之举。但万口汲汲，传相机翼，福报滋生，在所难免。故臣恳请陛下保全公主姻缘，不使驸马不安。至于良性内侍，即便不加诛杀，也应依旧放逐，如此方可清除流言，公主清誉亦不致受损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臣附议。不，罪不在元亨，他有错亦有功，放逐一年已然够了，朕不会再放逐他。梁怀吉，好，陛下赐他改回原名。梁元亨，功在哪里？
请退下吧。陛下，臣拒军肺腑忠言，请陛下三思。请陛下三思。心想辞官吗？陛下，臣当初十年寒窗，求的不是腰金夜死、出人头地，而是期望可以辅佐一位贤明的君主，以示天下归心，和亲海晏。时何岁风？如今臣无能，无法说服陛下并劝义举私爱，是天下至公之道，将来势必会令陛下蒙受不明事理、罔顾道义的骂名。臣无法尽职，也无地自容，只好殉职谢罪了。见公主。宝笈松松挽酒，千花淡淡妆成。轻烟翠雾照清影，飞絮又宿敌。这是司马司剑早年所作之词。情何似无情？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回饶，回来。陛下是全然不管礼仪体制，竟然放任公主上殿，来到外臣之中吗？公主，公主，回饶，立刻回来。这首词你是为谁写的？你也有过情爱吗？那词中的女子呢？她在哪？你遗弃她了吗？你是不是觉得爱恨嗔痴都是有罪，人就该活得像个傀儡？我爹爹，我娘娘都应该做最精致美丽的傀儡，供人膜拜。你不管他，你们不管他，
面，他现在已经白骨嶙峋。您觉得这样的公主会有什么干涉国事的心思和本事吗？元亨能骗取她的信任，谋取权力，祸害社稷吗？亲真的觉得，若女儿要干涉国事，朕真的会阴私害公吗？朕一出生便学着做天子，做着全天下人的君父，事事要以天下万民为念。可是朕这一生中走出这四方城的时候都甚少，朕所了解的疆土、天下、万民、众生，都来自边界的军报、诸亲的奏疏、三司的税务收入和灾情疫报。朕从这里去了解朕的子民，可是困苦，可有流离，可遭灾祸，可能安好。还有呢，民在哪里？民其实就在朕的身边，那些内侍，那些宫女，你们口中祸主的怀吉，便生在东京一小户人家，原本也是父母双全，祖母慈祥，兄长疼爱，可是至于只因朕做得不够好，他父亲祖母去世，
随母亲远走舅家，与兄长分离。此后，他随母寄人篱下，勤苦读书，盼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，做有用之才，也能让母亲过上好生活。却因一场瘟疫，母亲骤然去世，又因贪官与舅母勾结，为贪图他母亲遗产，将十岁的他哄骗晋升入宫。这就是你们觉得，为了维护谏言的权威，君王纳谏的姿态可以牺牲掉的性命。你们心里惑主的宦官，正正就是朕所能亲见的黎民百姓，受过冤，挨过苦，却毫无力气，始终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你们说他挑拨公主驸马，是公主欺凌婆母的教唆者。然而驸马却亲自作为人证，又留下书信力证他曾尽全力助驸马得公主之心，还曾在火海之中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公主的婆母。若让朕将这样一个善良的孩子牺牲掉，纳谏二字于朕都成了天大的讥讽。或许真正的明君需要杀伐果断，不能瞻前顾后，但是朕做不到。在朕心中，功绩可以少一些，但要天下平宁，亦不能亲见一个明知无辜的生命被牺牲掉。臣知道陛下心意，在陛下心中，人最是要紧。西夏称帝扰边时候，若陛下再多狠心锁边一年，西夏境内定会饿殍遍野。再谈判时候，就会有更好的条件。但是陛下不忍再见多处落成小山的尸体，哪怕是西夏人。新政时候，三戎有了好转，贪腐被控制。再进一步时，怨声载道，党争再起，而天灾频繁。陛下便不敢再强推改革，却想方设法保护庆历时候臣等之事。臣以为此事既已辨析明了，并无人故意作恶，则不必严惩任何一人。驸马自请外放，便准其所奏，但给予财物，以示陛下关怀抚慰之心。公主未能克制爱恨嗔痴，陷入极端，原本是首过，但念其久病须治，便由陛下接入禁中调养。但损爵位俸禄。至于怀吉，元亨，朕不会放逐元亨。怎么处置他，朕心中自有安排。不伤人伦，不违律例，就不必重情操心了。去燕国公主封号，降为夷国公主。驸马母亲暂归兄长李章处，李章已呈上驸马亲笔书信，待请赐离爵。过一阵，等公主身子好些，朕便下诏，落其驸马都尉，
赐金二百，以示抚慰，召还京师。众卿，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司马亲家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臣最仰望陛下的是爱民之心。陛下一生不愿枉杀一人，一向宽容慈爱。既然有驸马为证，梁远恒不曾为恶，陛下说服了臣，不能以无辜性命及谏官权威保沿路通畅，陛下定会对梁元亨做合适的处置。但是臣有所不解的是，娘娘，但说你们先出去。是。
许我鲜衣怒马，四方城里十里灼灼桃花，春风如梦拂开记忆的纱，宫城巍峨朱门旗，过尽繁华，痛饮一场素梨花，四方城外千里江山如画，半生疏离是知己，与你相守朱门里，春花旧事都来旧，与你相伴孤城壁，来生不做笼中鸟，翻飞绿柳啼红花，放歌执子之手同仙笛，呼出羽翼下，风过眼，声声起，梦醒精品绣罗满，来生可做双飞。精品秀